来，我看一下这题哦。他告诉我这个 FS 求最大值最小值怎么算。麻烦你一件事情哦。哎，你观察一下好不好？这有 sinx， 这有 cos2x。好，问你把这些加起来最大最小值，你观察一下 cos2x， 这角度不一样，很麻烦。有没有学过 cos 两倍角公式？有。cos 二西塔怎么算？cos 二西塔基本上有三种写法，第一个它可以写 cos 平方减掉 sin 平方，或是把写成纯 cos 的变两倍 cos 平方减一，或是写纯 sin 的变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这样行不行？好，这里要配合纯 sin， 这样行不行？为什么？因为这边有 sin 了嘛，所以说我这个 cos 二西塔，我就把它改成这个样子，这样行不行？所以说你观察一下，这四倍 sinx 不动，我把 cos2x 把它改成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西塔，这样行不行？再加上七，这样可以吗？所以说我这时候把它写出来是负两倍 sin 平方加上四倍 sin。再加八是出来了。好，写到这边有没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它像不像我的二次函数抛物线？像不像？像哈，负号开口朝下，对吧？哈，这时候最高点是什么点？顶点。那顶点怎么算？麻烦用配方好不好？行不行？因为这时候数字蛮好看的，我们直接配，把前面提出起负二，提出负二变起 sin 平方。减二 sin 行不行？后面再加加八，这样行不行？所以开始来配方，把负二除二负一，所以说老师这边可以配成 sin 减一的平方，这样行不行？好不好？后面加八不动，这样行不行？老师想请问一下，把 sin 减一的平方乘开始起 ，sin 平方减掉两倍 sin s 加上一，这样行不行？所以说把它乘开之后。这整个东西除了 sin 平方减二 sin 之外，后面还加一，对不对？负二乘一是几？负二，对吧？哈，记得尾巴加加起二，所以说配出来负二乘上 sin 减一的平方再加起十是出来了，可不可以？可以哈。所以说我知道对这个顶点坐标而言，令它为零。这时候对这顶点坐标而言，赛自己的时候，一的时候，对吧？可不可以？可以哦。所以说，当赛等于一的时候，它有最大值，这样行不行？但是，这是第一步，我只有找到顶点赛是一的时候。但是老师想请问一下，题目虽然没有说，你要知道，我赛不管角度是几度，它永远都只能借一。到负一之间，对不对？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这时候对这个抛物线而言，对这个抛物线而言，老师可以知道，这时候这个刚好这个顶点一时会有最大值，这个负一时会有什么值？最小值，对吧？可不可以？可以哈。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这时候把三用一代和三用负一代带进去，这样行不行？这时候把三用一代带进去，老师想请问一下，老师可以得到负二加十二加八是几？十。最小值三用负一代，负二减四负六加八是几？二，这样行不行？所以说题目你多少？题目你最大加最小，这样行不行？所以说把这两个相加，加起来当然是几？十二。OK。